come and get it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笨猪。看到这场就知道这个是史莱姆牧场队。然后，对，一个月前玩，一个月后再来拍下一集。我那时候还在拍到第十集，的确了，我有点忘记了，然后反正不管啦，然后反正对，继续啊。我们上次不是到一个，就是。不是到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来拿证据啊？对，一个新地方，那我们先进去，先一边跑一边等，双倍接近，然后这是基本常识的。然后我们就是上一次啊，对啊，第十集，那我没有记错，那我们至少拍第十一集。然后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要去对新的地方啊，他不是那边有封锁，然后我去看啊，那好像是要完成他下一个交易才可以打开，所以我自己玩，然后就收集到了55个那个。就是新的水果55个，还有75个，我们差20个，我们就来排，我们把20个用完。然后我们的新史莱姆要跟谁合体的话，我在想啊，反正绝对不能跟猫合体，因为那个会有点爱到，就是要很多鸡，虽然我们家里很多鸡在的。然后我们，对我有跟你说我对啊，有一集我们不是说过我们已经解开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去了。啊，这叫卸妆器，我终于知道那个。我有一个另外一个，我有一个好像是蝴蝶结的东西。蝴蝶结，我要先做出这个东西，它才会给我。哦，有嘞，可以做嘞，非常快速。卸妆器，对这个，然后我就吹这个，这个还好，这个我要可以去用。吹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吹这个好、哦。哎，那我们有新手的那个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真的哎，好酷哦 ！OK， 那我们今天就先来，算了，我们今天就先来，有点当，因为我最近玩，我自己玩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当啊。对，就是好像因为鸡太多还是怎样，就蛮当，所以我想要把一些鸡哦有点当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来就是这里这个再给，对，就是要给那个。是谁？我希望有得到55个，对我自己收集了蛮久，然后这个收集了17，虽然是不用那么多啦，因为我们跟谁合体呢还在想，所以好，我们先去，哇、哦，好荡荡，大家会看到非常多的经济世界，哇、哦，超荡，真的没必要这么荡，把它拿去喂那个，太多太多了，这是不知道的。不能防护，然后我们那个新手我们要抓什么，就有可能会被防射器。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，哎，这里我觉得适合放那个黄金塞，或者这里，哎，这里也适合放黄金塞，不要那个一进来看好。那我们上面就放那个别的吧，我在我们的家旁边这边，不要那边要太远，就这样家旁边放一只。这里放置啊，那就那我们要放，我们要抓什么？你们想抓什么？我们抓猎手，猎手抓得到吗？猎手喜欢吃什么鸡呀、啊？其实猎手很难抓哎、欸，应该很难。猎手的肉嘞，公鸡哦，他是喜欢吃公鸡吗？我看看石母鸡，然后他是喜欢公鸡。吧，希望不要用到。我们这好像经过一天还是什么？现在好像可以拆掉，对不对？我希望你的牺牲能够壮烈，不要害我吧。刚刚看到一只，没
不要太开心就比较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去收集，然后先把自己直接取高。就我自己有在搞，但是晚上十点，哦，这早上十点，我自己以为是晚上十点。不搞，我不想把一下就。然后呢，我200订阅的那个，我已经想好，对，那就今天起。我们那个是不一定会完成，只是说在我眼里应该是不喜欢吃蔬菜，但我不能蔬菜。两只，全门上错 ，OK OK， 然后跟谁合体啊？对啊，这还是一个问题。真的是喜欢，不喜欢吃蔬菜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东西。那个新的喜欢吃肉，然后肉类很多，我都要清理这边的体内，然后有一点，因为里面其实很难的，我老了，太夸张了，我还被挤顶，然后飞过天。哦，哦，然后我们就要出发，一样好像是玩个两天。然后你们会觉得我的天数跟上集的，的一样的，我一直玩到这，来，你要看我一直玩。对哦，这种动物是喜欢吃，好像也是肉嘛，蔬菜是肉，但肉类过来采蘑菇，对，喜欢外面采蘑菇，不喜欢吃蔬菜，那么喜欢吃，太棒了，真的是很好好的。Yes， 哎哎，那我们这边种植，因为他们好像是喜欢吃菜。重点，虽然这个我们其实种很多田的没事。啊，对哦，你们没有死。就出发咯，要把这些也卖一卖哦，到这里就这样。不要这么麻烦了，当然红色史莱姆味，而且那个怎么用的话，如果应该很少倒吧，那个大约就是就是。
它的用处就是放一个你想要抓的那种胖胖食材，那个喜欢吃的食物，然后我们抓猎的时候用五星手。你们算乖，你们算乖，要不要？你们喜欢吃？你喜欢吃？拆除算了，加强外墙，多么想修复外墙的哦！怎么知道啦？恐怖呢 ！My God， 快多久了？快十三分钟，一直在搞你们哎、欸！我们家这边没有啊，还一半呢，一半。不要再生气了，我会被你们打死。对，帮你们消失。这样靠近对面情况，你们要害羞。是个女生，科拉的女生，我好心酸。我们东西好多，我们等下再来增加。现在突然发现，你说吧。对啊，我哦，没有。
东西，我先哦，你会不用那么快，我这边还没用完呢。你看来这边要特别蛋鸡特别多。好啦好啦，我们不能去睡觉，我们只可以直播。对啊，睡觉那个才会出现。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得到什么，然后我们就把。明天就不止甩他们了，给他们一次过了。我有了我们好多钱。工具不收，工具其实蛮难的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直接去办正事，然后就需要多少啊？20000，好了，直接购买帽领升级，好，我们等下出去就，唉，然后我以为他会躺，其实我第一次以为他会躺在床上，哇，我就知道，看他要毙了，怎么是你呢？我如果把你喂光，我们是拆除种，拆除种子。好了好了，就一只最原始的怎么样？真的好可爱哦、喔！可以喂你东西，我们会把你喂光。先记住，多让我认识。需要一个教训，好了，我们浪费，我们应该把它留着。好，再见。算了，不要再见。那刚好母鸡哦。哦，浪费呢。我们应该放在这里，因为这样就好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你再看我们缺，我们上次我们那是缺什么？我再做一个好了，这样吧，但我现在够烦了吧？那我是已经有了。我的时间那边，啊，来啦，加分啦啦。这些留着，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缺什么。风啦，风啦，好像用去魔法那个是多佐跟多佐，还是要放新神，我想不用。OK， 那我们就出发吧。风啦，哦，那应该要去魔法森林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们就直接去魔法森林。今天也要去魔法森林，然后有点浪费。
有采收那个就是那种的机器吗？有四个，非常多，然后没有时间去。解决的任务给解决掉，然后我们继续往仓库去找。对，好，走吧，我要准备先挡一下。经典了，刚不是你要跟你不能你那我们就这样走人了，带点食物，不然你去那边有时候遇到一些麻烦。就是这个怎么只有三个，我们5,6,7,5,8,5,8个，我们再找5,6,7，我们要再找至少2,2,8,3,7，因为他每次出来的地方都不太一样，而且我们要留一个出来的，而且他每次的地点都不一，其实我几乎已经快逛完了，而且我发现天哪，而且他可能还吃了这样拔掉！哦，这坏掉，不能珍惜。哦，小鸡鸡的鸡腿是不是错了？拜拜。哦，这边常会遇到这些东西，我要救他们，要救完之后还要被。我回家，我继续拼一点，再看。
来之后就很容易发霉，可是长在上面这没办法种，就是我们要几个是吃的，你看那边就有一个帮助啊什么的，哇，好热啊，现在怎么办？要不我们要死吃吗？我们要七个哦，或者是一次用到四个，再带你们去新的地方探索啊，因为你们就是没有看过我探索，因为毕竟我看到我自己讲过，对对。Yes， 然后如果我们收集到还没探索，就当探索这样。这是五种，或者是那个声音，我不想理它。先把这个，就这里，这里可以下去。这里是一个，就是两千的瀑布，就看它整个墙上都已经很强了。在这里有个黑色点，你这样看都是看不到。以前都蛮乖的、啊，我们不会吃，就超过了一个，已经快二十五分钟了。13，其实以前都很乖巧，我经常看这个，因为看它怎么变不生气。这个自然就过了。哇、哦，你好可爱哦，这是你。攻击系，哇、哦，好可爱哦！我蛮喜欢这个。哎，这是一个天然玩具，哎，好酷、哦！这是给谁的玩具？你喜欢玩这个吗？哎，我可以把这个带回家，可是这个，你喜欢玩这个吗？哎，好酷哦！可是上面的水果呢？我就是。对，就是会发现有这种神奇的东西。我把我的麦克风调好了，我们不带它走，不要走，不要不见麦克风。哦，哦，天哪，好烂！我的尖晶庙哦，算了算了，都这样，都这样，算了。生气了，真的是这游戏真的太没道理了。嗯，我把家开起来。哦，对不起。我家里这里好黑，宝宝没想到。那个把家，哦，这两个回家的地方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刚才那个不见哦，我被崩溃。我再找一个就可以了，好感动哎、欸！不要再不见，不要再不见。你在这里等我，我见我们这边不干，回家等。这里，你就在这里等我。然后我听到一些怪物的声音，我收集完，今天把这里收集，我们就可以结束这集耶！ Yeah! 是你们这边吗？不是你们这边，感觉挺难的。我要再一个，你们能给我？这边我刚开始我第一次的时候我不闯，能不能闯？我这边感觉，对啊，是世外桃源。我也哦哦，看到终于得了 ，yes， 走了，回家。随着流好、哦，那回家的路上。在这里，然后可以跟着我一起回家。好不，他回不，他带不回来，那好像要自己哦。算了，我们就把他留在那边。我们知道怎么走。然后这边，希望你们不要给我乱攻击，然后。我们准备来解开这谜，那我去拿中间就不开了。对吼，太不满，好吧，那我只好多走几趟。那这个中间我真的不适合给大家观看的，不然看我这样，
哇，那我们把这里用一用，我们就……而且我们刚刚不是要说要去魔法师？要去魔法师？其实我有点想，我要丢到库巴巴库卡多巴。哎，对了，我们上次都没有好好介绍这个东西，对吧？库卡多巴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我们就走了吧。那暂停咯，等我最后一趟的时候就可以打开。拜。我到这边才发现，我一直三个就会换成这个，虽然那个不会影响，我下次我以为那个会影响，然后一直换到一大堆辣豆腐。那辣豆腐到底有什么用？我们上次好像没有很认真的去看待这个东西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该去很认真的看待一下这个东西呢？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记得以前我们真的没有很认真去看到这个辣豆腐，因为我们上次是英文版的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辣豆腐看到食物无关系，爱怎么样？对，辣豆腐，微微哥是哇啦西啦，感觉不错吃。辣豆腐，我们来看看他喂给一个人吃他的感觉怎么，会不会开始觉得辣 ？OK， 那我们就先实验看看。我们对，然后所以我们要三个才能换取一个辣豆腐。新宝，来吃一下。哎，不会饱。跟我说这个东西不吃，来直接去送他，超大方的啦，来啦，跳啦。哎，终于啊，我们要来解开这个谜了。那我们到底要跟谁和平呢？要不要下次再揭晓？不知道哎。哦，哎，这刚刚好像都是刚刚好，其他排到整齐，可以进来了吧？哎啊，不是说我记得克尔迪吗？他这边都没有，就是中文翻译嘛。你们要看，你们去看别人的吧，因为我真的不会翻译。好哦，还不能进去，为什么？我们上次不是用到一个黄昏，我的牧场小屋。破晓，杨柳，星期去就用杨柳吧。为什么还不能进去？难道我哪个地方？难道我们还要？哦，我们要弄到120个。然后我们上次是换到什么？好像是拿到一个新型的产品。那100哦。好吧，那我们下一集就来解那个。然后我们好像拿到了一个新的机器吗？还是肥料？我其实不是懂。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做个结束。那去拿那个蜂胶还是做新的那个？我自然自己会。那我们就不跟大家废话了。该结束了，时间到了。那我们120个哦，好烦哦，真的，我现在心情很烦。怎么用那么多？哦，奇迹肥料。哎呦，如果我，哇哇，我是不是可以每个都去加一下奇迹肥料？然后，这奇迹肥料有什么用？我们来看一下支援奇迹肥料。牧场，我们看一下农场的那个果园，羊土沙碎奇奇迹肥料啊，这种特惠大幅增收，大幅延长成熟水果。哦，只要他们接触到果园土壤即可。哦。哎，我喜欢这样，他们不错。把辣豆腐先丢这里吧。那我们每个都来买一个，没钱。我没有钱了。好，那我们这集真的到这里做结束，那就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。我们下一集就要解开那个牧场啦，那就请大家。我们
下回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对，知道自己说的是没有错的。下一集，下一集也是剩个几个，我们再去收集那我们。好，那就到这里做结束的游戏阶段，那我们下回再见。今天晚上应该会不但是直播的游戏，是别的哦，是有点算是手机游戏，但是也是在电脑玩的。好，那就谢谢大家，我不说好了，好啦，对对对，我现在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